所有的这大同路到中孝路这电缆地方台机是定定会停电，危害到这居民的安全。暂时地方政府讲，甲这电火条啊带入去涂骹，啊台电甲民意代表讲会去回勘。电线亲像蜘蛛网共款，伫个所有大同路到中孝路的街路，在地居民反映，除了无水影响市容，风台时阵电线断去，也可引起停电问题，甚至发生电火条啊，因为大风大雨，不会甲爆炸声音。一看抬头一看就知道，这样就看起来就比较不美观了。电线没有地下化吧？对啊，因为风大，它一定就会那个就会爆啊。地方清楚地下化十几年，暗过这路段是主要交通要道，附近阁是学区，时间时阵恐惊影响通行，而且变电箱设地点，瓦柱雨也引起部分在地民众反弹，一直无固定进电。希望地方能够协助在工程进行的时候，能够协调民众，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。台电甲民代办理会勘，经过甲地方沟通了后，决定将变电箱轻量化，设在公有地，也稳落会尽量避开车流占风时段时间，降低对交通的冲击。因为它要挖路，所以我们要申请路权。那等到那个政工所核准那个路权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场来施工。根据台电规划，电线地下化经费差不多800多万。后续提到施工落款了后，连开始发包动工，工期半年，若顺利，年底就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